隆重介绍一下我们的安可团的新成员张苏龙。这种电子的跟乐队比起来，可能在现场的声场上是会差一点，因为你们很多东西都在 program 里面，所以我觉得就是给到观众的压力也会没有那么的强，你们可以在这个方面再有一些突破。然后其实包括你戴面具，我就会想起，因为我很喜欢一支乐队叫 Daft Punk， 然后我最喜欢他们的一张专辑就是他们所有的鼓都是真的，所以我觉得如果说真的这个电鼓变成真鼓的话，我觉得可能又会有另外一种感觉。海皮威尔在现场的氛围确实很厉害，然后我很喜欢你们这首歌，就是虽然歌名叫恭喜，但是我觉得内核还挺难过的，然后我很喜欢这样子写歌的方式。你今天的音乐我觉得非常非常棒，但是你今天在舞台上做的所有的设计，所有你做的切分，所有的那些节奏设计，所有那些小巧思，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人能听得懂，也许没有多少人能够听得懂，但是只要你自己懂，然后有一些人懂你，我觉得这就够了。所以你不要希望更多人去理解你，你要慢慢习惯它，然后坚持下去，也许不一定能够获得你想要的东西，但是这是你的选择。这首歌我觉得挺炸的，我觉得意式乐队在场上会有很多很特别的小设计，整个音频都堆得很满，并且用方言来演唱，我觉得都是一个很新奇的体验吧，所以整体上来说我觉得还是今天我观感非常非常好的。